很多人一出世，在学习知识的时候，有许多关于生命意义的疑问：究竟我从哪里来？为什么我会成为人？做人有什么意思？究竟我生存在这个世间有什么意义？我这一生该做些什么？其实我为什么要生存在这里？有很多人后来接受了社会的现实，一味注学习知识、赚钱，就逐渐淡忘了。但有些人一生都被众生的来源而困扰。亦有少数人历经了大磨难、大彻大悟，决心寻找痛苦的源头和脱离痛苦的解药，进而踏上了修行的道路。但你又能确保你的修行有用吗？想要不再浪费生命蹉跎岁月，请勿错过毗麻哈尊佛学会台湾的线上研习班。从七月开始到十二月，每月一次有佛法互动学习，从大家关心的议题，怎样拆解业力，皈依对我们的影响有哪些？戒律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守菩萨戒很难吗？空性精华、非有非空等等，用线上互动研讨的方式，用佛法打开大家对于生命疑惑与生活烦恼的解答，解开生命之谜，洞悉宇宙间的真理。我命运之枢纽，主浮沉于一刻，以科学演绎佛法，注视天地之奥秘。详情请浏览毗麻哈尊佛学会台湾官方脸书。